快，加快速度，快点跟上，快，撤。去找平捕头，我有事和他商量。是。定住，定住！领了俸禄陪给你。先去府衙。这。追上吗？王八蛋，奋斗追！你往哪里跑？站住！你瞧一瞧，看一看，看住了，上好的材料，来看一下新出的颜色，快点来看一下。我乃镇上捕快。笑话，既然是捕快，为何不穿官衣？先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大人初到本镇，竟然出了这样的误会。是下官失职了，还请胡大人恕罪。恕罪啊！不打紧，不打紧。司马大人也不必自责呀。平捕头和刘捕头的大名，我是如雷贯耳。今天初到贵地，就能和刘捕头切磋，也是我的荣幸。惭愧，惭愧。胡大人，我已经安排妥当，这两日就请胡大人及各位兄弟在吉祥客栈休整。好，就依大人的安排。大人应该已经收到文书了吧？哎，此次押解的人犯极其重要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还需要仰仗司马大人配合我们做好防卫才是。这自然，我已经调派了官差衙役们前去客栈护卫，并且本镇的两位捕头都会听凭胡大人的差遣。好，如此甚好。有平捕头和刘捕头在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请，请。干嘛这副表情？你头发上怎么会有朵花呢？不可能呀，我从来不戴花。哎，你别动，
就在这儿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啊？麻烦你变魔术的时候，下一次变一朵新鲜点的好不好？花都蔫了。不是，这花怎么会蔫呢？哎，还有件事儿。说。那个上房新住进两个客人，看样子很是古怪。他们武功高，架子很大，可不像是江湖上的普通人。找机会探探底。到了。小心啊！各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警卫的胡队长，胡大人，这是我们吉祥客栈的花掌柜。花掌柜，有劳了。胡队长客气了，司马大人交代的事情，自然是要尽心安排的。那就劳烦你们多费心，不要让闲杂人等靠近。胡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在这里寸步不离的。有劳。侯爷，锦衣卫的人住进来了。那咱们再等等，不着急。是，侯爷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次抓捕人犯，我听说能够路过吉祥镇，我是抢着要来的。就是为了能够拜会拜会四位啊！来，这是要出动你们一队锦衣卫要抓捕的。这个犯人来头不小啊。此话不假。这人犯乃是叛党在朝中的内应，已然是官居二品，真正的朝廷大员。你们一路缉拿犯人，为什么还带这么多辎重啊？白兄弟，你误会了，这些东西并非我们锦衣卫所带。都是人犯在逃跑时带的东西。实不相瞒，这几箱拉的都是罪证，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就连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都被这厮给弄到手了。喝喝喝喝，来，有了有了。阿斯，在侯爷。你也去休息一下吧。啊，无妨，侯爷，你就安心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才好处理重要的事情。今晚可真热闹，又来客人，来的人数还不少。这也太快了吧，消息也太灵通了吧。先莫着急，现在我们还分不清楚到底是敌是友。Thank you.
有敌来犯，守住人犯，入侵者格杀勿论。杀！小心！你们先走。哎呀，你们能不能拉出去打呀？我的客栈都要被拆了！不要留情，杀！毛虎，看着人犯，其他人给我追！四位，你们协助看守人犯。小白，花掌柜，你们在这照应一下，我出去帮忙。好，你小心点。哎，好，走。快走。小白呢？金疮药不够了，他去取药了。王虎，王虎，在关押犯人的房间里。王虎，大人，箱箱子，封锁客栈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你们怎么了？这表情，见了鬼了？一间房间一间房间给我搜，一个好的洞都不能放过。
是奇怪了，我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。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杀人，还劫走这么多的宝物，咱们竟然完全都没有察觉。这两个人都是被一剑封喉，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，只有一流高手才能做到。柳少侠，凭你的功夫，你能做到吗？我当然可以。可是不光杀了人，还拿了东西，这就更不得了了。那可是几箱子的宝贝，怎么能说丢就丢呢？我脑子笨，想不明白。哎，我说，这谁都没看见，也许这箱子本来就是空的呢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们把箱子搬进来的时候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那几个搬箱子的锦衣卫，看上去很吃重。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，每个箱子的重量至少都在500斤以上。那你说说，这上千斤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此事肯定有蹊跷。开门！开门！锦衣卫报案。造反吗？好贼子，出来决一死战。你是何人？保持性命。哼，锦衣卫，好大的威风。我劝你束手就擒。上！谁敢放肆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人不知，得罪了大人，请大人多多包涵。免了，你们办案，不要惊扰到侯爷。是。哼。走。胡队长，莫要伤心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先找出何人所为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都怪我一时大意，中了敌人的圈套。现在人犯死了，罪证赃物也丢失了。我如何回京交差？若抓不到凶手，性命难保。胡队长可有什么发现？杀人抢宝全部发生在追击敌人时，而我仔细勘察过了房间内，门窗紧闭，从内锁死，没有任何外敌进入的痕迹。而且敌人也没有时间把宝物运走。胡队长，那你的意思是凶手以及宝物还在客栈之中。所以还请四位大侠在抓到凶手之前不要离开客栈，以免惹上嫌疑。胡队长，可否进我房间一叙？是。见到侯爷还不行礼？小人不知侯爷驾到，惊扰了侯爷，小人罪该万死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不知者不怪。谢侯爷。阿四有事和你说。胡队长，我问你，你们可是丢了东西？是的。我虽然一直在房间，没有察觉到什么，但是我有一点线索，你们可以留意一下。大人请说。
刚才你们战斗的时候，我看了几眼，是不是有一个轻功极好而且使用双刀的人？是有这么一个人。他是什么人你可知道？他是客栈花掌柜的助手，他叫白空空。不仅如此，他轻功身法有一种特殊的称呼，叫风卷羽毛。使用这种身法的人我曾经遇到过，此人江湖人称九指神偷，是个非常有名的飞贼。今日这个年轻人，我要是所料不差的话，他就是九指神偷的弟子。可是就算他是神偷，那可是重达千斤的东西，他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全部取走？有一门功夫，不知你可曾听说过，叫五鬼搬运术。这个不曾听说过。这五鬼搬运术也是一种邪术，一旦使用便可动用五鬼之力，力举千斤，尚可飞檐走壁。那如此说来，这盗宝之人很可能用了这个邪术。我也是猜测，因为九指神偷便会使用这种身法，白空空是九指神偷的弟子，料想九指也传授了他这五鬼搬运之术。果然是家贼难防。啊，多谢前辈指点，小人先告退了。稍等，还有一件事。记住，你从来没在这儿碰到过侯爷跟我。啊，小人明白，侯爷从未到过此地，小人告辞。胡大人，看我干啥？我脸上长花了吗？还是因为我长得太丑？胡大人，怎么了？你可是九指神偷的弟子。没错，正是家师。白空空，今晚杀人抢宝是否与你有关？好大一口黑锅，你当小爷我好欺负是吗？寒血喷人，小爷我不受这个。当真如此？慢点，打碎了你赔啊。你翻我柜子干什么？你刚刚不是翻过了吗？这有什么好翻的？你小心点儿。这不用翻。床上没什么，都是我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怎么给我弄乱的？怎么给我归置好你？空空，给我解释一下快雪石青铁怎么在你这里。我怎么知道？为什么这个狗屁铁会在我这儿？还狡辩？不是我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这纯粹就是诬陷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啊。给我拿下。是是。我干什么你们？胡队长，别打了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他的同党不成？不是，只是事情还没有下定论，何必这么草率呢？好啊，你们都是同党，枉费我这么信任你们。此事必定有蹊跷，我想着没有什么事情，咱们先坐下来好好说说，好不好？
我发个毒誓行吗？如果是我白空空干的，我就万箭穿心，死于非命。华掌柜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胡大人，此事肯定有蹊跷，我们都不相信是白空空干的。你们关系较好，自然想着他说话。如今是证据确凿，你却要如何辩驳？我以白空空的武功，确实能偷走宝物，但是你让他杀三个人而悄无声息，不可能的。对呀，所以说他一定有同党。不是，我胡大人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给我们三天，就三天，三天之内我们找出凶手。如果三天之内我们破不了案，你再另当别论吗？平捕头，虽说你是声名远播，我也很敬重你，但是此事牵扯到我的身家性命，是万万通融不了。胡队长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相信，但是此事现在疑点重重，贸然定论，万一出了差错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？那这条性命就更是保不住了。给我们三天时间，并不算很长。如果我们能查个水落石出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就给你们个面子，给你们三天时间，但是有个前提条件，白空空必须在我的监管之下，他不能自由活动。我，带走。我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！我都已经发毒誓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相信我呢？我不能来这个地方，我天生被这个地方克，我一进来，非死我就重伤。你们救救我，救救我！赶紧把我从这个地方救出去啊！小白，如果我们不相信你，就不会过来看你。再说，我们答应三天之内破案，你不要着急，三天之内我们一定帮你翻案。三天。去哪里？会会高人。你们竟敢如此放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吉祥镇干什么？盗宝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哼！现在滚出去！我还可以不与你们计较。官差办案，配合点。动手！菲菲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你们出去等我。为什么？他们是谁啊？刘浩辰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让我们出来？花掌柜让你出来，你出来就是。那老头武功那么高，那三个人一定是他杀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接你回去。回去？这儿就是我的家，你让我回哪儿去？菲菲，
江湖凶险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叫我如何放心的下呀？跟爹回去吧。住口！我爹早就死了。放肆！老爷，郑远侯，我和你毫无瓜葛，我的事也不劳你费心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纵然我有千般不对，你我总是血肉之亲。我年岁已高，你还跟我这个风烛老人斤斤计较吗？我不与你计较，但我也不想再看到你。你我各不相扰，各自安好，如此便好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母亲。你休要再提我母亲。好，不提。你的两位兄长，年初在漠北征战之时，都一身殉国了。现在家里冷清得很，也空旷得很。你若愿意，随时可以回去。就算你不愿意回去住，能不能偶尔回来看看我这个老人家？就算爹求你了。为什么凶手要杀死犯人？不清楚，可能只是找到凶手才能搞清楚吧。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时间来这里啊？这次锦衣卫押送的这个人犯位高权重，身份很是特殊，他和朝中许多人都有余往来，如若此人回境，恐怕会牵连到许多人呢，所以这才赶来，想让你躲避这场灾祸呀。没想到我还是晚了一步。原来如此，那多谢你的一番好心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，就此别过。阿四，侯爷，你留下。侯爷，这边恐怕还有凶险，你留下助菲菲一臂之力。不必麻烦了，我自己可以处理。阿四忠心耿耿，你完全可以信得过，万一发现凶手，他也能帮上你啊。侯爷，那我送送你。你说这贼人可以搬走上千斤的财宝，为什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呢？会不会是嫌这箱子太土了呀？娘，我该怎么办？
平捕头。哎，平捕头，司马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快走走走走。胡大人想见你。想见我，那就来这儿见啊。小爷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走走。花掌柜，你在客栈继续找线索就好了，我俩去就行了。不行，我也要去。花掌柜，我担心凶手回来向我证据，你留下来比较妥当。哎。站住！让开！小白，说好三天的，你为何不信守承诺？公然劫牢啊！你二人是铁了心了要背上这同党的罪名喽？你这小人，你怎么对付小白？我双倍奉还。平捕头，你们这是在公开跟我们锦衣卫宣战吗？胡队长，你别乱讲话，我只是想带小白离开，没有任何的证据，你为何对小白下如此的重刑？你这样置我们于何地？我知道你们关系密切，但是法不容情。现在出了这么重大的事，不光是牵扯到我，还有我手下这一帮人的身家性命。如果抓不到罪魁祸首，那么可能全部都要人头落地呀。我并非信不过你们，只是此事牵扯太大，必须要人承担罪责。是你们办事不力，却想要小白当替罪羊，想都别想。没错，今天小白我一定要带走。不过胡队长你放心，咱们的三天之约仍然有效。你们还真是不把锦衣卫放在眼里啊！我是看得起你们才一直好言相劝，你们反倒咄咄逼人，耀武扬威，真当我是纸糊的？胡队长，锦衣卫当中个个人才俊杰，文韬武略，我很是佩服的。可是这并不能代表你们能指鹿为马，我求求你高抬贵手，让我们把小白带回去，我要给他疗伤的。好啊，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，那又何妨？不要恋战，快带小白离开，快！抓住他们！追！四伯，郡主，请说。哎呀，你不要叫我郡主。他们两个去衙门，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我担心他们有事，你去接应一下他们好不好？侯爷说了，让我保护你的安全，别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。那他还说了，让你听我的吩咐呢。侯爷交代过，让你不要与锦衣卫为敌，除非他们危及到你的生命。你若真心体恤你的主人，只要你去接应他们，让他们平安归来，我就答应你去府上小住一个月。你此话当真？
二位捕头，你们不要逼我。只要把白空空交出来，我还当你们是朋友。我这里乱箭齐发，就算武功再高，你们也逃不了。你们认得这个武器吗？他们人呢？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平二娃、白空空，他们三个在哪儿？客栈就在这儿，你想搜就搜呗。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？我可警告你，华掌柜，包庇罪犯也是同罪。我说胡大人，这污蔑诽谤也是罪。你凭什么说我包庇罪犯呀？哼！给我搜！是。出来吧，是我。没人跟着我。花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刚炖好的排骨汤，趁热给他喝了吧。花掌柜，你能来看我，我就已经好了一大半了。还耍贫贱？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儿。来喝汤。你做的。好喝。你好好躺着休息吧。这个姓胡的真是个混蛋，亏我开始还觉得他是条好汉。我早就觉得他不是好东西，我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你们要当心，姓胡的现在满镇在搜捕你们，可能很快就搜到这边山上来了，自己留心别被发现了。放心吧，你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暂时还没有，姓胡的现在派人盯我盯得很紧，我好不容易才甩开他们，我不能出来的太久，得赶紧回客栈。晚上我们客栈见。好，你自己当心啊。刘少侠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们觉不觉得胡队长这个人有点怪？我倒没觉得他有多怪，但是我觉得他很笨，他自己破不了案，还把责任推给我们。锦衣卫声名远播，不可能都是废物。对。那为什么他们的表现那么废物呢？要就是真的废物，要他们就是在假装废物。假装废物？为什么呀？柳大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破案，而是想让我们几个人背黑锅。那这个锅可太沉了，咱可背不起。既然他们不想破案，那就我们来，抓紧时间吧。
侯爷。嗯，有事啊？立刻通知阿四。是。这余烈可不是我们可以对付的，避其锋芒才是明智之举啊。余烈是什么东西？余烈是东厂第一高手，这东厂之所以如此嚣张横行天下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就是因为东厂有个余烈。你们的生死与我无关，但是我不能让小姐卷入其中，我必须带小姐走。花掌柜，如果真的像四伯所说，问题这么严重的话，我倒觉得你暂时回避可能更为妥当。平大侠所言极是。就是秦兄涉险的事儿还是交给我们来做吧，毕竟我是男人。你很厉害吗？要不要现在跟我打一架？万一这余烈听了姓胡的话，我们跟他一战在所难免。这余烈本事如此之大，一旦发生冲突，恐怕我们很难对付。我考虑再三，我们不如暂避风头，再做打算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平大侠的为人，你们不了解吗？这个时候，他怎么可能离开？平大哥，我觉得还是听花掌柜的吧。其实如果现在退避的话，就等同于我们承认了杀人夺宝，以后再想犯可就难了。反正我是不会走，我一定会找到真凶。幼稚，一个余烈已经没法对付了，更何况还有天罗地网。天罗地网，东厂培养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人，他们专门做一些难度极高的任务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抓捕的小组，叫天罗地网，追踪、暗杀、抓捕，不知有多少江湖中人栽在他们手上。余烈，再加上天罗地网，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查案子吗？既然已经人赃俱获，为何让犯人逃走啊？大人，只因白空空另有同党，属下还未来得及审出他的同党以及宝物的下落，就被他的同党劫楼救走了。能在锦衣卫手中劫狱，何人呢？是本镇的两位捕头，平儿娃和柳浩辰。这二人我知道，怪不得你。余大人，下官有话要说。说。此案尚有诸多疑点，暂不能定论，便是白空空及平二娃等人所为，下官认为此案还应详查。你可有证据证明此案另有隐情？这个还没有。那便是了，如若真有证据，本官一定会明察，否则白空空等人罪责难逃。吴队长，你配合天罗地网捉拿疑犯。是。司马大人。大人请吩咐。此地是你的地盘，捉拿疑犯还要仰仗你的帮助啊。有任何事，于大人尽管吩咐，下官一定尽力而为。
如此便好。能够打败无极的人，料想也不是你能够对付的。谢大人体恤。不过现在这几个人踪迹全无，毫无头绪，这便是你的不对了。大人恕罪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以后好好配合天罗地网做事，不要再出差错。是大人。暗杀我还真有点期待。有追踪高手吗？有点意思，我可以陪他们好好玩玩了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这事儿就别琢磨了。要是花花能多来看我几次，说不定我就好了。花花，白空空，你再乱叫，以后吃饭交钱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不叫了，我不叫了，都听你的行了吧？飞飞喵。好了，我们还是严肃一点吧。你们三个都不愿意走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留下来，咱们去会一会这东厂第一高手，还有那个天罗地网。如果我们赶在余猎之前把案子破了，那么这场战斗应该就会停止了吧。司马大人为何事烦躁？平捕头，大事不好了，东厂的余猎亲自来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可知此人为人凶狠，杀人不眨眼呐。他现在已经认定凶犯就是你们，要缉拿你们呢。我也知道。司马大人，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何物啊？证据。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杀死重犯和两名看守的乃是锦衣卫之中的人啊。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是胡队长所为，但是我们怀疑是胡队长一手策划安排的。这夜袭客栈的人中有人使用的暗器与锦衣卫完全相同，那这些黑衣人其实有可能是锦衣卫假扮的，只不过是做一场戏罢了。可以确定那两名被杀的看守和凶手认识，是被突然偷袭的。竟然如此，看来胡队长他们肯定是有意要陷害你们。看来便是如此了。如此说来，你们何不与我一起去见那余烈，证明你们的清白？可是现在宝物究竟去了哪里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我们想先去找宝物下落，只有找到了宝物，我们才算真正清白了。
如此也好。这是平二娃让你交给我的？正是，于大人，这东西足以说明平二娃他们是清白的。嗯，足以证明。大人明鉴。那些宝物去了哪里？他们有没有查到？他们正在追查，暂时还没有查到。啊。于大人，来人！司马正浩勾结疑犯，罪无可恕，打入死牢。是。云烈，走走，快走！于大人恕罪，都是属下办事不力。若不是那司马正浩愚蠢，证据一旦落入他人手中，岂不坏了大事？是，都是属下的错。马上去把所有的痕迹除掉，如果再出任何差错，我便立时取了你的脑袋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走出门口。别让他们跑了！嗯，胡队长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于大人有令，办案需要，你的客栈我们暂时征用了。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不走了？我眼皮突然跳了几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中有点慌。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走吧，花掌柜还在等我们呢。走了。控制住！有什么？看来于大人多虑了，这几个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付。或许是咱们天罗地网太强了吧。让他们去吧。平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手？咬都咬不破。那可是金眼竹叶青，一旦咬中，难以生还啊。我天生皮厚，百毒不侵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多亏你的解药。嗨，对付迷香，我可是专家。平大哥果然身手不凡，连毒蛇都伤不了他。哎，哥讲，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天罗地网吧，应该是了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
还活着，怎么处理？此人出手狠毒，倒不如杀了，为民除害。是我出手重了些，不过还是不要杀他，要不然，咱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了。那就把他留在这儿吧，看他自己的造化吧。哎，走。华掌柜还在等我们呢，快走吧。平大哥，客栈已经被锦衣卫占了。胡队长带着人把那两个房间全部清理了一番。他们这是在清理痕迹。而且，司马大人也被鱼雷压进了死牢。什么？说是私通乱党，要押回朝廷，定罪问斩。这事就赖我，我只知道胡队长是主谋，我没想到余烈才是真正的主谋。我把证据交给司马大人，反而害了他。现在摆明了是锦衣卫要陷害我们，怎么办？好办，开战就是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得把宝物找到，要不然真难洗脱罪名了。没用的东西，一照面就一死一伤。大人，此事确实我们轻敌落败，请大人责罚。都是废物。非要我亲自出马才行吗？你们立刻放出风声，就说司马正浩经受不住酷刑，已经快死了。是。大人，何事啊？探子来报，发现了平二娃他们的踪迹。好。亲自前去。这边是我。大人，大人你还好吗？走，我带你出去。没想到来的是你，看来还要让我再费一番周章啊。大人，放心，于大人，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。哦，您不知道，这司马大人呢，欠了我不少银子。他要是死了，我找谁要去啊？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用你做诱饵，钓到平二娃就容易多了。一个女人家，
如此暴躁，我来让你安静会儿。小姐，还望于大人掌下留情。你是何人呢？原来是镇侯府的人，你为何来此？华小姐也是我们侯府的人，还望于大人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华小姐，我这就带她离开，日后定当备下厚礼，亲自到于大人的府上拜谢。你既是镇远侯的人，应该知道我于烈从不徇私，东厂的规矩你更应该知道吧。于大人的威名小人自然早有耳闻，不过还望于大人看在侯爷的面子上通融这一次。镇远侯的面子？镇远侯有什么面子？一个小小的落魄的镇远侯也敢跟我提要求？于大人，小姐你快走。殉职兄弟们的尸身即将腐坏，你火速护送朝中安葬。此案由我亲自接手。遵命。我猜想宝物一直都在吉祥镇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运走。小白，你叮嘱胡队长一定要找到宝物。
你是平二娃？我是。无极尊者是你杀的吧？没错。你带着他来干什么？我带着他和你对峙。我直接告诉你，杀人夺宝都是我安排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么多宝贝，谁看了不心动？谁不想要啊？我特别想要。可是，这是要交到宫里的东西，我怎么才能弄到手呢？你给我想个办法。做一场戏，自己把宝物抢走，然后栽赃给别人。你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吗？英雄所见略同。可你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？你官太小了，不会明白的。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活着回宫？也要想个好办法处理掉。所以，我们几个是中了双重大奖。对呀，你们几个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为什么要选我们？无极尊者是东厂的人，你们杀了东厂的人，东厂那边会放过你们吗？明白了。把土运到外边去，东西买好之后把地面原样铺好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明白。我去拖住他们，你们快点。是是。幸亏我抓了他们二人，否则这批宝物岂不是变成了我送给你们的大礼？你的这些宝物我们是不会要的。你们不要那就还给我。好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把宝物还给你。好。是是。既然宝物已经收回来了，接下来我有一事要跟你们商议一番。你说。厂公爱财如命，喜欢结交天下的英豪，归于麾下，所以东厂才如此的强盛。无极之死，厂公很是伤痛，但是也感到很欣喜，因为发现你们几个是难得的人才。其实你们可以当这是一次考验，或者是进入东厂的投名状。你们几个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体恤民情，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下进东厂。你们的这些考验我们很不喜欢，是不会加入你们的。别着急着回绝，
这是东厂的四级令牌，拿着它可以享受跟我一样的待遇，你不妨拿去尝试几天，如若不喜欢再还给我也无妨。不用的，不喜欢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厂工也特别交代我给你，你若是真不喜欢接过去扔进河里也无妨。大哥，天大哥，怎么样，没有伤到心脉，拼大哥应该不会死。我去杀了这帮狗贼。好，这些败类能杀一个便杀一个。我从来没有杀过人，今天我破例了。你敢伤我兄弟，你死定了。满于大人。何事？我错了，我投降。平大哥，你让他过来。我认罪伏法，错了。平大哥，你平二娃，你现在求我是不是太晚了？于大人，无忌是我一个人杀的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放了他们。你要真心想求我，拿出点诚意来。这样吧，你给我磕头，磕一个头换一条人命，你看如何？好。平大哥，不可。谢于大人。小心！
平捕头，平捕头，菲菲，我来晚了。菲菲，菲菲，刘捕头，今儿真早啊！今日怎能晚啊？时间过得真快，已经快两个月了吧？两个月，零四天了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二人怎么样了。镇远侯出手，灵丹妙药定是不缺，华掌柜必然安然无恙。只是平大哥，哎，平大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他肯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华掌柜，华掌柜，你回来了。啊！我华掌柜，平大哥，平大哥，他非要坚持先去衙门报道。